年王祖蓝与华裔小姐出身李亚男，结婚8年生下2个女儿，一家四口生活相当幸福。近日王祖蓝上传了为妈妈庆生的影片，并配文写道：“王老太太生日快乐，我们会一直陪伴你，爱你。”他还在影片中祝妈妈越吃越胖，搞笑形容妈妈是个吃货。李亚男随后也分享了自己在王家的吃饭成长史，他透露自己初入王家吃饭，结束饭前祷告，睁开眼睛时却发现食物被扫空了，还被告知王家的规则就是不抢就没食物了。从此以后，只要一有食物端上桌，他就进入战斗模式开抢。影片的最后，王祖蓝和李亚男各自捧着一个生日蛋糕，带领两位女儿一起唱生日歌，气氛相当温馨。网友们纷纷献上祝福，也有人留言惊呼：“王祖蓝和妈妈，女儿也太像了吧！这是都共用一张脸吗？还以为画面中有4个王祖蓝呢。”Bye.